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贴心的男性射护线保养品，就是特效前列神通。那么特效型前列神通是在第一代前列神通的基础上科学改良而来的。那么它与第一代前列神通相比，主要具有四大特性。首先第一点，它更加的科学，因为它的配方又增进了很多的这个高效的活性物质。那么第二大特点就是它更加的实惠，因为第一代的只有30粒每瓶，而且每粒只有500毫克，而第二代特效型前列神通每瓶有60粒，每粒是725毫克，所以这样的话，一瓶第二代特效型前列神通是相当于3瓶的第一代前列神通。那么第三点就是它更体贴，因为它增加了片剂和胶囊两种选择。那么这样对于这个对于胶囊有敏感不舒服的人群来说，就多了一种选择。那么第四点就是它服用更方便了，因为它这样的话只需要早上一片，晚上一片，胶囊的话早上2粒，晚上2粒就可以了，服用剂量减少了，服用时间减少了，这样大家更省事儿了。这个特效型的前列神通跟市面上这个同类的前列腺产品相比呢，主要具备五大的特性。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权威性，它是由这个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生物学专家根据这个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的细胞凋亡原理所研发。那么细胞凋亡呢，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指这个细胞在一定的生理和病理条件下由基因调控的一个主动性的死亡过程。那么如果这个因为某些原因使细胞凋亡的特定信号中断，原本该凋亡的细胞没有凋亡的话，就会形成增生、肿瘤甚至是癌症。那么特效前列神通含有的这个活性成分，它能够修复细胞凋亡的信号，激活细胞凋亡的途径，使其重新恢复凋亡的功能，并主动从正常组织中清除。那么这种方式也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消除增生细胞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大特点就是特效前列神通具有这个速效性，因为它当中含有的可溶性的植物纤维，而且它有独特的这个加工的技术，使它具备超强的穿透力，所以一般服用1到3个小时，那么它有效的成分就能穿透这个前列腺的滋膜屏障包围，在局部前列腺内形成这个高浓度对这个增生肥大的细胞起作用。一般来说服用这个平均3天就能明显的改善这个尿频啊、尿急啊、夜尿增多、尿不干净、尿中断、尿线变细、尿分叉、尿等待等等所有排尿异常的现象，一般来说3天就能有明显的改观，所以这是它的第二大特性，速效性。那么第三大特性就是它的安全性，因为它的这个特效型前列神通成分都是从可以吃的这个天然的植物甚至是蔬菜瓜果来提取的，所以人体是能够完全的适应、完全的吸收，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排异反应。而且我们这个特效型前列神通它所有原料都是在美国的这个FDA 通过的这个工厂所这个生产的，那么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原料来源也非常安全，经过了一层一层的检验。那么另外它的生产的工厂也是由这个 FDA 批准的这个 GMP 认证的工厂所生产的，所以它在上市之前都经过了层层的很多非常严苛的检查，所以呢产品现在是非常好的安全性，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购买。那么第四大特点就是这个特效型前列神通它有这个优质性，像这个植物提取的还原酶是非常昂贵，一克的成本哈要接近200美金。那么我们选料都是非常上乘的，像这个番茄红素，它有很多级别的提取物，我们选用的都是最高级别的，就是20%的超低温临界萃取。那么像我们的聚棕榈，还有蔓越莓，还有这个非洲赤藻等等，都是选用最高级的这个提取倍数，这样就确保了产品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尽管市面上很多产品标签成分大同小异，但是因为它这个提取的倍数不同哈，它的成本相差很远，所以品质上也相差很远。那么第五大特点就是特效前列神通它具有广效性，那么它针对于这个所有的上了这个35岁以上的男性都可以用来服用，它可以起到这个延缓睾丸的老化，维护男性荷尔蒙正常的分泌，防止这个前列腺肥大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和发展。总结起来，我们的前列神通这五大的优越性呢，就是它跟同类产品相比呢，具备了更加卓越的效果，而且我们的产品都有这个30天无效退款的保证。如果您购买我们的产品呢，您服用以后对效果不满意的话，您把没有开封的部分退还给我们，我们在30天内是全额退款的。特效前列神通咨询电话18663662008。